本月谁没有五星好评就开除谁，以此裁员理由简直完美。哼，只要我服务到位，五星好评还不简单。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机会来了，一会儿离开时帮他丢垃圾，五星好评这不就来了。小哥，你这垃圾该扔了，我帮你扔吧。要碰到啊。可恶，我攒了那么久垃圾就这么没了，你赔我。蹲了一周，终于出门了，今天我一定要刷到好感啊！原来是去约会，看我的，这次保准你满意。先生，你订的花和表演。这一下糟了，可恶，我两年的网恋对象就这样没了，你给我滚。好感没刷到，还拉了股仇恨。大哥，您在找工作啊？包在我身上。不行，你之前家里蹲经验不符合本公司的要求。不行，你工作经验不足，胜任不了这份工作。不行，你学历太低了，不配这个工作。这都是些什么破公司啊，给这么点钱，要求还这么多，各自招特工呢。大哥您放心，不就是个破公司吗？他们不招你，我招你，我这就开一个。总经理，工作你有了，给我点个五星好评呗。工作太难了，我一点都不想工作。差评。这还是家里蹲爽。二次元的老婆们，我来了。兄弟，你的五星好评呢？没有就等着开除吧。开除就开除，反正我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板了。世俗宗教，男人无惧无畏。